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5月9日讯，全运会男子篮球 U22 组预赛今天继续进行，广东男篮今日98-44大胜河北。赛后，广东主帅杜峰当起了摄影师，为球员与球迷拍摄合影。今晚，杜峰连更两条微博晒出自己拍摄的照片，并写道：感谢浙江宁波的球迷来现场给我们加油，有合照的球迷快来下载照。片发嘻嘻嘻嘻嘻嘻。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CBA 联赛中，杜峰当选最佳教练，并率领广东男篮在总决赛中2-1战胜辽宁，获得队史第11个总冠军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